就好像大家好像哎呦，今天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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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敌好玩，因为呢我是怎么样，人才中的佼佼者，佼佼者蛮臭的那种，不是，有一个厂商呢叫做出来俱乐。第二个链接给我一个商品，想说赞助给我，让我好好的发挥。但是我看到它的当下，我觉得不可能，我觉得就是这东西我不可能会接到，太害羞了。但是呢，我必须反向思考，就这东西还能拿来干嘛？我可不可以玩出什么创意？所以呢，我就接了。但是我有一个点不明白，就是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害羞的？就是它比较冗长的说辞是女性运动用品，但简称就是跳大。就是一个会震动的东西，然后呢让女生可以流汗啊之类的这种。我们不要把它想得不好，但是我也是不错。但是我得说是你想歪了，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个东西，叫做什么呢？马达，它只是一个马达，震动马达而已。震动马达，对，它只是震动马达。我觉得你把这个名字有点想误会了，对，你误会了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要用这个马达来当做我们车子的驱动力。我们先拿出来给大家看看。名称叫小导弹，就是呢，它会非常非常的震动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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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，就是，就是非常很有活泼，很活泼，几只小鱼，小导弹，对对对对，我们就是会运用这个原理呢来做我们赛车的马达，对它的驱动力，它的驱动力，看谁跑得比较快，对，看谁最快，别吵太吵了。就像刚刚一样，震动的非常厉害，所以呢，我决定我们一人造一个车子，然后把它用在下面，看谁的马达最够力。我只能说，现在只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等一下就会暴风雨的狂风浪浪，谁在等待我们是坚强的小孩？那就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开始制作我们的赛车呀！好，接下来是我的制作时间。使用的元素就是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一些废物利用。因为呢，我要做的呢是只有三个角，所以我要把它当成它的元素这样子。它大概就会叫做个什么三角内裤什么的，三角内裤跳跳跳之类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瓦特的近况啊，各位，我的车跟你们讲，绝对是厉害到不行。首先呢，我先找到一个它的 body， 你知道一台车最重要的就是它的 body， 它的 body 只要好看，只要正方，迎面就比较大。然后呢，再来，我帮他想一个名字，绅士士文号，绅士就要有帽子。然后等一下帽子联合之后呢，再给他一把剑，下面骑着马，还要拿着一把剑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下面装轮子，所以他都是会这样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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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迈向我们的第一名，好不好？闭嘴！对，然后就让我们开始用胶带制作粘合。人要有实验精神，我这个实在是太难了，因为呢它是属于三角形的原理，所以不能这么简单就给它装上轮子，上面盖个盖子，然后呢再拿着一把剑就跑了。所以呢我们要非常尽心尽力，每一个角度都是要用那种尺这样子量过，然后这样子皮尺啊什么的量过，才有办法做出最完美 perfect 的赛车。因为赛车这种东西是不可以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的，必须要说三还有四还有五，知道吗？它是爱与勇气还有希望的结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还好吗？快点！
你的成绩好。哎，我都要回来了，没有。哎，同学来了，来来来。来比赛成绩，三角内裤太阳号获胜，因为他前进的比较多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的也是不遑多让，你的根本就往回跑吧。那我们请看 V C 啊。希望你以后不会后悔没选择我，也想是不是就可以这么不遑多让？他只是想说一个大叔叔不要欺负小美人，你懂吗？所以想说就是往回跑，让让他。好了。除了玩之外，我们再讲解一下他们还有几个很酷的功能。就是这个东西呢，它可以远端遥控。我们原本想说用那个遥控的方式让它一次一起启动，但它一次只能连接一台。然后我们来玩给大家看，就是他们有个他们的 app， 然后呢，你连接他们小导弹之后啊，你就可以看你要自己玩还是抱走玩还是异地玩，就是有很多玩的方式啊。然后你按自己玩之后，你只要动这边，你看它就会动。然后可以三个手指头啊，这样很好玩嘞，让它乱动，或者是就是你看一下你想要怎么动，然后它就会跟着一起活泼这样。好，大概就是这几种玩法，就是你可以自由发挥啊，然后你可以远端遥控，看你想放到哪，然后就自己手机出来点一点这样玩。那这操作也蛮简单，就是你长压尾巴这边就可以开机关机，然后如果你不想要用遥控的话，你也可以就点一下，它就会有各种震动模式，它还可以泡水啊之类的。那下面有一组我们的网址，如果你要购买的话，你点它可以折抵100块，它是限时一个月内，就是你看到这支影片之后的一个月内，你只要有买的话可以便宜100块。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，那当然没兴趣也没关系，我们就只是做实验好玩而已。如果你们想要做赛车，然后缺乏驱动力的话，也可以购买它。对，这个不错的马达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马达不错，可圈可点，可快可慢，还可以自己控制。如果你有8台手机，会更好。8台手机同时一起按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那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们今天的感想，看你们喜不喜欢这个主题，或者是你们可以自己做出赛车，然后给我们看看，然后看你们速度可以多快啊。想说哦，瓦特阿优那两个白痴，太 low 了。就说有轮子，到底有什么不用？明明就有轮子。那。今天的影片结束了，喜欢记得按喜欢，千万不要忘记分享，千万不要忘记追踪更多的 Facebook 专页，追踪我们的最新动态。我是瓦特，我是阿优，大家。